去见你，我参透斑白的发髻，故事一生心不一愿意，如一起听风景冷清，对风心孤岛已不停，今生繁华悠然空境，红尘爱恨不敢抚平，风花雪明我归日四美足，现在才可以开口和大家讲话。穿越在四个美女之间的时候，心情都特别的沉重，因为每一个都有她的家国情怀，都是一段悲欢离合的历史故事。所以呢，屏住呼吸，希望李玉刚带给大家的那么多的美女形象、历史人物，都能够演得很好。其实我的表演形式，或者说我的艺术，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艺术，跟传统意义的京剧还不太一样。我是以一个年轻人的眼光和情怀来诠释中国的传统艺术，所以呢，在摸爬滚打和探索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但是请相信我，我有一个杀手锏，就是我会努力。第二天，或者说第二场，站在我们会展中心的舞台上，为大家奉献《四命图》。同时呢，我和中国歌剧舞剧院所有的战友们为大家献上的这场歌舞诗句，也作为
艺术节的开幕式，我们都非常感觉的荣幸，同时我们最感觉荣幸的是今天还有昨天两场会有那么多的海口的乃至外地的观众来看我们的艺术作品，在这里深深的给昨天的观众还有今天的观众深深的鞠个躬，谢谢你们的光临。但是我很努力的唱，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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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其实很高兴，通过自美图，我能够跟所有喜欢我的观众朋友又一次欢聚一堂。同时又通过自美图，我又认识了那么多没有看过演出的观众。我感觉，历史的时空穿越到现在，也是我们之间的一段缘分。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出道这么多年来值得怀念，或者说为了怀念这么多年自己的付出的一首歌，叫做《似水流年》，就把这首《似水流年》给大家聆听一下这首《似水流年》。Thank you.
似水流年带给所有的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同时心里还应该感谢我们艺术节的组委会能够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以及我来到这里参加艺术节的开幕式。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再一次有请我的战友们中国歌剧舞剧院所有的演员们出场。